人生中第一次浮桨哎，天哪，真的，今天好多第一次啊，好酷啊，好酷啊！而且我们浮的是浮的钻石，还有月老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啊！好，来，出发！好，来，左转，左转，左转，他们都过去了。我们压后哎，我们是压轴哎。不错哈，体验一下不错。对，不错，很好玩。第一次参加这个哎。来了。我们可以找到事业的第二春了，走心了。对，以后就去当大光仔。第一次这样来，跟大庙这样来绕境，那感觉怎么样呢？哎，很特别，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旁边跨老院那些人，然后第一次在里面这个游行的这个里面，真的很新鲜。啊，对啊，很新鲜。重量哎，对啊，还好。等一下要不要呼一下神教？好，体验一下。那你们够力吗？严重哎，可以吗？确定？确定？好，确定，我就带你们去哈。好。人生中第一次浮桨哎，天哪，真的，今天好多第一次啊，好酷啊，好酷啊！而且我们浮的是浮的钻石，还有月老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啊！我看你们两个也累了啦，我看你们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好，因为路途还很远，好，可是下午一定要来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下雨哦，很热闹，一个彩街那个嘉年华会哦，有表演哦。哦，有，那很多团体哦，快20几个团体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都是年轻人哦，也有那个小朋友，国小的哦，还有大人表演，所以一定要去看。下午有文化季的表演，对。戴着口罩绕境比较累，还是戴着口罩跳球赛比较累？我觉得是绕境哎。我觉得因为球赛比较喘啊，因为球赛动的比较多啊。哦。可是这个就是只是走路，虽然你要扛很重的那个东西。对。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刚刚没有扛到最重的脚。哦，对。所以你觉得球赛比较累？因为他们刚刚那个最重的脚，怕我们抬可能会不平衡，因为我身高比较矮一点。对，这样可能会对神明也不好意思，所以我们就去扶了那个用推的那一种。对。所以我们如果累的话，应该是那个最累，就是扛。对啊。而且他们扛一整天，这边肩膀应该是超痛。对，那个一定超重的。OK。